还在那儿吗？这崩了心态是不是？没事没事没事，可以的可以的。五，六，五，还要去。六六六六六六，左再来一遍，好右，换右，一，对，啊！滑的已经力竭了。不要急，飞儿元一，他俩是通过复活赛，然后组合到一起的，所以他俩的默契可能不会那么好。我俩太相似了，没有互补的东西，就是我能行的东西他也能行，他不行的东西我也不行。我不要急，菲儿，不要急。这个时候情绪就很重要了哈。别烦别烦，没关系的。我觉得皮划艇我们慢一点，但是其实也没有慢特别多，可能还是可以弥补一点差距。我觉得进前三没有问题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可以的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快到了快到了，速度很好，我们保持小一点的回路好一点。